生活的本质是要我们快乐轻松，爱情的本质是要我们在轻松当中有一些小惦记，有一些小冲突，有一些小不愉快，但是它让我们内心更加的愉快，因为我们找到了一生可以依托在一起的一个人。可是我现在发现很多人谈恋爱啊，把这个恋爱谈得特别拧巴，非要逆流而上。我觉得你们俩恋爱就谈得特别逆流而上，天天在一起吵架，为什么要在一起呢？这我的想法。所以我最后琢磨出那点人生的道理其实特别简单，如果你能让你的生活一直处在顺境里面，就千万不要给自己去制造麻烦，让自己逆流而上。生活是这样，工作是这样，情感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是觉得一段感情如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是特别的累，是痛苦的，是不快乐的，是制造麻烦的，为什么要在一起？祝你们快乐啊。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那会我上大三的时候，来吧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两个年轻人的选择吧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，各位请见证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听取各位老师的意见，多照顾一下我。